黑人曾建州时常在网上跟大家分享生活。日前他上传了一段影片，写下我们一起帮忙搬新家，还调皮的说妈妈感觉硬着头皮假装欢迎新朋友。只见影片中他跟菲菲想象手忙脚乱。最重要的来了，谁敢抓这个？要抓中间，好，走开。好。你放到你那边。放进去，放到家庭去。好，你放放在果冻上面给他吃。好，你放着就好。放下，放下。三人玩得超开心，但范范离远远。接着黑人坏坏要想想拿给妈妈看。给妈妈看一下这个奖。好大哦！完成后，两兄弟玩得超开心，在家里跑来跑去，还兴奋到唠英文。但范范只敢隔着箱子看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